喂，请问你是秀英？我是美玲啦。恁哪会有我的电话？听讲你即马伫高中美术社做顾问，我是为恁学校问到的，照顾无看的，唔知影是不是会当甲你见面？好啊。 那安尼就约伫咧学校后尾门的迄个咖啡厅。嗯，小英。 你伫咧美国过了好无？我真好。离开台北以后，心情加足轻松。恁呢？我甲志成结婚了后，阮有生一对双生仔。只是较可惜的是，我手受伤了后，即马伫咧顶上，即个当做一寡行政工课。对啦，真多谢你的推荐，阮幸福才有好好的当读。 幸福是你的查某囝，不怪你雄雄约我出来，搁知影我伫咧学校做顾问。唔该，你免烦恼。伫咧来遮进前，我根本就唔知影伊是你的查某囝。我想嘛是啦，拄只看你的反应，我真放心。其实我约你出来是想要甲你讲。 希望咱这代文化，莫去牵连着囡仔。对我来讲，这切拢经过去啊。当年我厝家了后，我就已经决定要重新做人。过去遐冤枉冤，我拢已经放袂去啊。想袂到咱因为你的查某囝去拄着，这嘛算是一种缘分。小英，你敢搁会记得咱第一届伫咧舞会熟识？ 迄个时阵，你替我伸张正义。从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就一直足希望会当甲你有一个好的缘分，只是想袂到天公伯甲咱讲生笑。过去拢已经过去啊，即摆我嘛希望咱会当重新开始，有一段好的缘分。 你讲的安怎？你放心啦，伊毋是针对咱来的。伊讲吼，伊对过去的代志已经拢放下。恁两个讲有代志要来找我甲美玲参详，什么代志啊？ 是关系着阮店的存亡的大代志。最近哦，生理是愈来愈歹啊啦。上惨的时阵，一工连一组人客拢无。一组人客拢无？我会记得顶摆媒体去恁店报道过了哦，恁店的生理毋是一直真好，而且阮公司有真侪同事结婚，嘛是去恁遐翕的婚纱，即摆哪会变甲安尼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敢讲是你之前讲的？ 对啦，就是我之前讲的啦。啊，到阮店的新请的摄影组、甲造型组，啊，明明之前看伊吼，资历拢足好的，面试的时阵嘛拢无问题，不过真正开始咧替人客用的时阵吼，规个拢无 OK 啦。对啦，啊像最近有一挂作品吼，啊人客都一直咧讲啊，讲起来无好看啦，啊有一挂搁较含啦，脚切一半的啦，啊规个人下半截拢有。 迄个造型师哦，做出来造型根本就无合阮店的风格，嘛无法度替你好加分。你敢知影？有一届哦，迄人客为外口去上转来啊，迄头发是规个拍甲伫咧伊头壳顶咧，有
够歹看的啦！无彩我设计了这么水，啊，之前不是沟通真侪届啊，哪敢安尼啊？对啊，啊，都也是同款啊。即卖哦，伫个网络顶端，阮店的哦，迄歹话是一大堆啦，一个传一个，人客拢无爱来啊，生意拢愈来愈歹，连原本讲要来的人客嘛拢走去啊。嘿啊，啊有一挂人客哦，是已经起泡啊。即马就一直咧投诉，讲要退钱啦。啊，我每一工接这投诉电话，才甲生意拢免做啊。卡数袂用的，就较紧请新人啊。啊，就算是较悬的介绍，嘛不要紧。我当然嘛有咧找啊。啊，你嘛知影要找到合阮风格，真正无遮尼好找。啊，不过阮店的生意嘛无法度搁等落啊。所以，阮是咧想讲啦，敢会当？请恁两个来甲阮斗相共啊！会安尼讲吼，是因为志成你摄影的功力，啊，佮有美玲造型的功力，拢真厉害。我佮你想讲，咱吼若同齐做工课，一定真有默契啦。啊，而且有恁伫个吼，我相信，阮店的生意一定真紧落起来。好啊，无问题。我最近是有时间啦，会当甲恁斗相共。也毋过造型师的部分，恁强加另外找人，因为美丽的手有旧伤，伊强加无得跟恁搭上工。我嘛知影美丽的手有旧伤，啊，毋过即马时间真正足紧急的，若是无伫咧上短的时间哦，互人客拢转来，可能无以后啊。毋是我毋放美玲去啦，是伊的手强加真正。志成，我真正无问题啦。你即届就予我去甲美景斗相共，而且我会控制做工课的时间，予我互相去压起。你才拄看了医生呢，医生叫你歇困两年拢歹做工课，你的手是韧带断裂，假使你即马去做造型，你的骨伤会压起，是要安怎？袂啦，啊只有短短一段时间啊，而且我是热包头，毋是压加刀，这手的负担吼无遮尼大。嘿啦嘿啦。我会当请两个助理来甲美玲斗相共啊！啊，大头毛啊，搁有白头毛迄动作，拢会当予助理去做。美玲吼，只要负责最后整体造型的设度，我尽量莫予伊动手嘛，你好无？志成，你有听着吼？即卖有两个助理会甲我斗相共，你着予我去啦！拜托啦，志成。志成，真正拜托啦！你嘛知影婚纱摄影即块。现在很竞争，啊，若安尼落去，我看阮都免算啊。我嘛知影请美玲出马安尼唔对，啊，不过伊的技术是也家己 pro 的，嘛上予我放心。现在都敢那伊会当救我的命。志成，这届吼唔是斗相共，是救命，而且美景吼对这间店付出偌侪心血，你嘛知影敢唔是？啊，当初开店的时阵，你嘛有斗相共翕相。啊！咱的全家福，搁有幸福的真侪相片，拢是伫遐翕的。这十几年来哦，咱嘛是看这间店成长的。即马伊有困难，咱是毋是应该斗相共，对无？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。志成，感谢你啦！啊，我相信哦，有恁的加入吼，这间店真紧搁会起来。而且我甲你挂保证，这只是暂时，我会用上紧的时间去请摄影师甲造型师，请你放心。真正就感谢恁个哦，真正是我的救世菩萨啦！恁只只坐坐，等你的家长过来才甲我讲。表哥，拄则甲你讲，我了表姐了甲无去啊，你敢知影伊有可能走去倒位啊？伊一定是去找塔克阿伯啊。对吼，我哪拢无想到。吴迪，我爱吴迪，我爱吴迪啊！吴迪，来啦，给我看，来来来，我这，我都受伤无啦，哎呦，啊！干妈，你莫紧张啦，我无代志啦。只是车弄到，还赔钱尔。哎呦！
干嘛惊到要死啦！我接到电话了后，伊心情好并不彩。我想讲哦，有你这乖啦，这巧，这优秀，这缘投，你若受伤哦，干嘛哦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，好你家仔哦，无代志啦！哎呦，这个被剥皮，哎呦，剥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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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哎呦！你敢是小弟家长？哎，对啦，我是小弟的干妈啦，嘿，我来抱伊出去的啦。后摆哦，要较注意啦，千万哦，别让佫会无照驾驶啊。哦，好啦，是的啦，我会好好甲管教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小弟啊，你有甚物啊？你无驾照，你乱骑车，也袂安尼嘞。讲，有甚物无照驾驶？啊，之前甲干爹开讲的时阵，伊就讲，伊少年的时阵。嘛是先会晓骑车，才考的。靠妖哦！你这高材生啊，居然安尼教歹囡仔大细，尤其是我的宝贝无敌哦，差点叫你害死。好啊，我转去哦，一定要好好甲你算账。你莫听恁干爹后爸讲啦，哪有人无驾照，落去街路啰啰嗦的，免钱。干妈知影哦，你就想要骑车的啦。无安尼啦，等你迄落十八岁啊，生日了哦，啊干妈哦，就带你去迄落报名驾驶训练班啦。啊，等你考到驾照以后啊，我才买摩托车给你，好无？好啦，你乖啦，你这段时间你就忍耐一下啦吼。好啦，干妈，我答应你。嗨，我都知，我知你哦，上乖上听话啦吼。干妈。这件代志，敢会卖红包？妈知影，我拜托你啦。这，对哦，这件代志若是讲出去哦，就讲到台生乱教婴儿的代志安尼。说出去好啊，要是卖讲哦，台生较袂下面做啦。好啦，干妈答应你啊，卖去甲恁爸爸妈妈讲。多谢干妈。